放下同仁们，来送给线上所有的朋友们，四海送给大家。有多少人能承受到底？还会有谁能说你的停息？不是所有的话都那么有意义，就那么几个你无奇不理，这几杯酒只关于今夜，请理解我们今天经历，夜晚的泪总会有一点那么的含蓄，但心中感受却无法言语。想。